AG 四连胜晋级 S 组。想一波，想一波，他想一波，那有项羽啊，绝壁被秒了。那正面的话，未央也倒了，波甲站起来，明刀出发，能杀吗？没兵线了，还要打吗？愣打，愣打，我愣要打，我不管，闪现戳死一个，我愣要打。那自己也没佛给到小E这边，完了，湘军有点急，湘军也没了，一波了 ，S 组 ，S 组来了 ，S 组了呀，这 S 组了，大乔又大招。这大乔再传过来一波兵线，一个人怎么守，守不住，有个虞姬啊，守不住的呀，守不住的，这是能点掉吗？点掉了，让我们恭喜成都 AG 超玩会拿下这一个大潮。时隔225天，他们回到了 S 组，凑了一把，以这一个3-1的比分战胜了老对手。在近2个赛季，他们4次交手全部打满，而在这一场关键局，在这个赛季他们做出了不破不立的行为，换掉了教练组，并且在上野都上了新人的情况之下，他们再次杀回了 S 组。心怀荣耀，开启新篇章，银河战舰将航向新的高峰。恭喜成都 AG 超玩会晋级2022年 KPL 夏季赛常规赛第二轮 S 组。夏季赛常规赛第二轮 S 组。哎，刚刚那一波中路怎么炸了呀？我只能说最不朽的硬，哎，所有人直接集火上去推。应该半个多月，应该是半个多月，然后没有跟赛训了。让我们恭喜成都 AG 超玩会3-1回到 S 组。一诺杀空了呀，一诺，哦，赢了，拿下。一诺杀空了呀，一诺，哦，赢了，拿下。这个就是我们成都 AG 超玩会重回 S 组的力量，直接把官方直播间打黑屏了，太秀了！一诺拿了个虞姬在后面哒，直接把官方直播间打黑屏了，赢了，太猛了！奈斯。换掉了教练组，并且在上野都上了新人的情况之下，他们再次杀回了 S 组，太不容易了。心怀荣耀，开启新篇章，银河战舰将航向新的高峰，让我们恭喜成都 AG。 可以直接拿下 KPL 夏季赛常规赛第二轮。正面蒙天顶在前面，这个位置鲨鱼又进场了，这么说呱呱死了一个西施，侧翼这个位置一诺输出环境非常的好，直接点死一个行川，正面没有兵线了，但是易安已经架到他的枪，顶到这个华川的脑门上，一个 A 闪，李元芳也死了，一诺回头继续点，小易这边的话没有死，一丝血回头点湘军，湘军倒了，只剩小易一个人了，一打三，兄弟们，大乔又大招，这个位置再给个大招，三个满血的过来，小易这波你还能一打三杀三个吗 ？OK， 差一点，我的天哪，差一点，吓死我了。让我们恭喜成都 AG 超玩会拿下这场比赛，那只能说恭喜我们进入 S 组，兄弟们。他们回到了 S 组。S 组我们回来了。以这一个3-1的比分，S 组我们回来了，兄弟们。战胜了老对手。笑得很开心，大家都笑得很开心。在近2个赛季，他们4次交手全部打满，而在这一场关键局，在这个赛季他们做出了不破不立的行为，换掉了教练组，并且在上野都上了新人的情况之下，他们再次杀回了 S 组。心怀荣耀，开启新篇章，银河战舰将续航。心怀荣耀，3-1，开启新篇章，直接拿下。恭喜成都 AG 超玩会晋级2022年 KPL 春季赛常规赛第二轮 S 组。都直接抢点二技能，再躲一下，不一样的蓝给击杀掉，再来一枪捅一下华川，看他一闪，在高地下方还是强杀掉了李元芳。哇，打得这么上头吗？再点一下一诺，又击杀掉了湘军，只剩小一人了。在真的是赌全水杀呀！大乔又大招，这一波已经放出了2个大招。这真的是打了两波团。小一禁区，大招开启。哟，吓死喽！成都 AG 超玩会3-1拿下，恭喜！时隔225天，上 S 了呀！他们回到了 S 组，回归 S 组。